在这个舞台，很多人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泪水，这一切都不会白费。接住落嚟为我哋表演嘅系七号嘅 Frankie， 会为我哋表演项目唱跳嘅。我冇自信，而家嘅我自己究竟系进步咗啊，定系退步咗？因为同样有11个人同你一齐赛跑紧，同你一齐跑紧，就算你跑得几快都好，佢哋都系会追到你，一定有啲人追到你。究竟系我觉得大家一齐进步紧啦，所以我觉得冇变过啊？定是我真的没变过，我没信心在 Mira 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位置。怎么这么严肃啊？突然间全民造星四，全民造星四又作做进行了面试之地。Look at me, look at me。全民造星啊，我一齐过嚟。吓死我咩？搞咩卡石啊？非常熟悉的 setting 啊！大家對於呢個 setting 都一啲都唔會覺得陌生噶啦，我諗唔使介紹啦，雖則唔使介紹，但都介紹一下啦 ，CM 老師 ，CM 老師，阿兜老師，你哋仲記唔記得你哋真係第一次 casting 全民造星一嘅時候，你哋唱啲咩歌嘅咧？記得，記唔記得㗎？記得，我唔記得。他努力都冇努力過啊！我真的唔記得，完全冇諗過。想一陣，哎，我諗下先。直接話我唔記得，你真的唔記得㗎？唔係，我都諗咗咁耐啦。因為係比較新力強嘅係無盡，幫我打電話問寶姐，求其揾嘅就嗰首歌，即係諗住自己靚仔入硬啫。唔係啊，因為嗰陣我未知要唱歌㗎。你未知要唱歌，應該個個都要唱㗎。係咯，你一個個都知道要唱歌就係，因為每個人嘅吸收能力都唔一樣，佢未必明白個遊戲規則係乜嘢。好高興再見到大家啦！咁我收到呢一個信息話要參與呢個節目咧，睇下由你哋當年 casting 到而家好似好耐嘅，差唔多三年啦。究竟有咩唔同呢？咁我覺得最好用嚟比較嘅就係你自己啦。咁所以我就提議就話啊，不如叫你哋做翻你哋當年 casting 嘅項目啦，或者總之係你哋做過嘅嘢，我哋一齊睇下究竟同當年嘅你哋自己比較。你係一樣咁好啊，勁咗啊，定係點咧？今日大家應該有得再睇馮俊輝啦！點啊點啊！第一位參賽者 Frankie， 七號陳瑞輝。哎呀，我仲諗住問下佢自己記唔記得添，冇實記得嘅。介紹下自己啊。我係陳瑞輝啦。呢一刻嘅你，你呢一刻用呢一刻嘅你介紹下你自己。我係 Mira 嘅 Frankie。我的表演就是無盡，硬蹦蹦的現在脾氣。無盡眼淚仍然哼唱，仍然大聲高唱，仍然期待世界給我鼓掌是妄想，人現在追趕失散方向，曾懷著心底的信仰，千次萬次跌傷，不敢開始回頭尋覓那真相，明日那個幻想，也開始不甘被雕刻成石像。我覺得好感動喎！哇，頂！
唔係啊，因為我係冇同你哋一齊經歷呢一樣嘢噶嘛，同你哋經歷翻呢一件事咁樣咯，好奇妙啊！嗰啲嘅感覺。你覺得比起當時嘅你，你覺得你今日嘅表現係唱功上，我應該冇乜可以 judge 嘅位噶啦，即係做咩？狀態是鬆了很多嘅，咁我自己可以去玩到啦喺政府入邊。咁我以前就好緊啦個人，咁就搞到好多嘢都做唔好啦。咁但係而家就好咗好多啦。即係你啱啱呢個係好有自信嘅一個表現咯，冇乜出事啊，拍子音準又突然間叫你又都記得啲歌詞，雖然就係淨係唱咗啲 verse 冇唱啲 chorus， 但係起碼比起當年，我覺得好咗好多。大家同唔同意啊？今日第。